他只有一脚给我过来，其实是犄角的。好，兄弟们来了，我走马思中，滚回中国好男，我爸放在我微信上写篇，推出来他直播，写专微信，写专去，只要相对我都得骂掉，这一轮他都是没得你的保证，非常的感谢我们思中，非常好，老爸啊。他拿车一回车啊，你们都要去他们下路啊，就接你他要坐车呢，把表给我，我告诉你们电话号码啊，没得你不要的啊，一边要扭走，其他的扭走和工作人员退后，已经扭了，其他退后了。我们两位大兄弟们毫无专业，这不是他们喜欢来讲那个，这不是两头赛牛成功接脚，所以两头赛牛已经是决赛，胜者就是冠军，败者就是亚军。现在目前场内对斗的两头赛牛，一头是我们的新秀。好了，不能接了，我们的中手拿走台回来，我的宝宝们要问丑问美，现在是真的亚军。我们为你叫上去了，为你叫上去了，跑出来这只鸭，给你们用什么跑出来这只鸭，小兵，小兵，小兵，啊，同时我认为我们老女男两个小伙，你每人发100块的工资奖，都能够。兄弟，我们是两个下面两个就是讲的平台。同时，我以为我们老小的我们两位女主，每人发放100块，都能。喂。金总，我的背包就今天晚上给我，我就是明星背包，直接我就在你们我找背包去的，他谢谢你。不是你们是不还你，不还你。你们他妈拉的也很清楚，啊，不是讲也是他们呢，但是我们的英文还是要搞的，知道？那光线我调好，因为这个形象这个灯光，形象这个太阳也好，车也好，比较亮的，是吧？我调好，你们提醒了的，我一出来我也会忘记啊。到了这边，他又开始强调了。啊！这就是钱了，这是。我还买一个买的。今天的比赛就结不结束了啊，不到了吗？到了，来着非常感谢各位老铁的关注跟支持，明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带来重量级的野牛组还有六爻小野牛组的比赛，希望广大的牛民朋友明天积极支持关注支持的直播，我们明天的直播我们再见。你好，等一下亚军都是小的都是冠军，非常没有自信，你有自信了，到了两个，我再到了。
啊，我想好到了啊，我不就是外快买个肉，你就不啊，小的宰了打短筋，你准备当着押金了，小的就是短筋了。不要讲，不到你关机了，给他谈命了，你立马给你了。新罗是要关，不要弄那个关。哦，给他搞电脑上个去。今天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啊！我们再给大家多说一遍，希望明天继续大家支持我们。都是那小人来了，小人来了。